好，耶、首先呢，让我们的成员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好，今天晚上洗干净脖子，等着我哟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X， 今天过来助演公演的潘路遥，大家可以叫我小路或者路儿。我现在带着这个牙说话，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嘴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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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可以。好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好，然后就让我们来跳一下 MC 话题。如果队伍是一部手机，队员分别在手机里充当什么功能或者 APP？ 谁那么倒霉？先从刘增艳开始吧。哇，我可能是充当哦，有什么 APP 啊？这个话题好难哦，好难哦。我是什么 APP 呢？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只有晚上才会使用，白天是绝对不会用。饿了吗？美团外卖，你们白天也会用啊？我应该是那种只有深夜才会用的 APP， 然后白天是因为我深夜。应该是淘宝吧。淘宝、啊。你们不会白天逛淘宝吧？都是晚上睡觉前在床上。对。会。哇，你们真有钱。这哦，这话题好难说。我就是淘宝吧？对，就这样了。下一个。那温温呢？你可以说除了自己，也可以说别人。我觉得你就是那种情感 APP， 情感 APP 就是那种当你遇到情感有分很多种的，有分是跟熟人还是跟陌生人的。他不是王者荣耀吗？哦耶！他打起。哎，你现在两个 APP 都有，一个是游戏 APP， 还有那个跳舞 APP。哎呦，对哦，我可以当跳舞 APP，但是那个情感 APP 一定得给你，就是那种你有烦恼吗？你需要寻求帮助吗？那么请下载这个 APP 吧，让你从品如变成，点了颗痣的品如，点了颗痣的品如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嗯。哎，这个话题太难了，真的难。如果是一个什么手机里面的什么功能啊，嗯、我是关机功能。我人设在这，我是关机功能。啊，你难道不应该是？请说，你今天的设定难道不应该是自拍吗？为什么是自拍？前置摄像头啊，因为你一直对着魔镜，然后就一天到晚就拿那个前置魔镜，也有道理。但是我不想当那个某手机的自拍，我想当那个就是美颜相机的那个自拍功能。那不就骗了你吗？那所以啊，最美的是白雪公主啊。苹果有点甜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了，你呢？如果是我嘛，我是一个手机里面的 APP 的话，然后我想当一个那个QQ 啊，或者是那种微信啊，或者啊对，支付宝也不错。就是支付宝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，它有一种力量，就是真的有一种。到账。2000元，就是有那个到账。2000元的话，力量不会很大。哦，如果后面再多加，里面多加一点零的话，人就会蹦起来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想，因为有一次是什么？有一次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我们不是会买东西啊什么什么，然后就是哎，你帮我先付一下，然后到时候我转账给你。然后有一次大 C 就帮我付了一下嘛，付完了之后呢，然后大 C 我就忘了给大 C 转这个钱了，然后是真的忘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大 C 就一直在点我，哎。给我点力量，然后我整了半天什么？他说力量，然后我才知道了。然后原来支付宝转过去，然后会有一个那个钱袋进，就是那个进去的声音。对、嗯。然后我就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APP，然后大家听到我就知道，哎呦，钱来了。来 ，Taco 呢？如果我的话，我特别想当 Siri。Hey Siri， Siri， 嗨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们吗？没有，再见。什么 ？B-box， 天猫。
天猫精灵。小什么？小爱同学。我这个话题有点就是新的那种人工智能，有什么人工智能帮你放歌啥的啊？比 Siri 还要高级吗？就没有没有没有，差不多一种东西。哦，我为什么想当 Siri 呢？因为我就是很想跟我的主人聊天。可是你主人万一不想跟你聊天咋办呢？要我一般都是 Hey Siri， 您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？Great。然后他就会这样，他就会就是一般他是马上回来，他就我说完 Great 之后，好的。但是就是其实现在的手机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有的时候你没有叫他，他自己就会出来 Siri。对对对对对，对吧？就是因为他的音很接近 Siri， 就所以不对的。不对的，是他寂寞了。Hey Siri， 我来试。Hey Siri， 你们有人手机亮了吗？哎，为什么呢？没有，现在有些不用摁的也可以那个的。对。Hey Siri， 哦 ，Hey 华为。对，就所以我觉得一个手机被制造出来，就拥有了生命之后，如果你真的不总玩它，它真的很可怜。所以要经常陪陪你的手机，好。然后我在手机里面是什么软件，我到现在都没有想好。唱吧。可以唱吧，唱吧很不错。对，我什么什么全民 K 歌啊都很不错。然后我刚才在想，我就助人为乐一点吧，我可能就变成一个什么同城交友软件，然后不要不要不要，那个软件不太好，老出 bug， 就是这样。下一个呢？我的话，其实我希望成为一个能够看到漂亮小姐姐的软件。然后呢？口袋四八。不不不，因为我还没有口袋四八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微博吧。我和大家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哦，是的呢，我和你们也是呢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好，我呢？我是想了别人在我手机里是什么。嗯，你是微信，因为联系比较多。嗯，然后还想了一个前辈，挺前辈，是说相声的。因为每次 MC 都特别好笑，所以就是羡慕吧。我一定会下载。对啊，好，谢谢。然后让我们有请谢谢毫无感情的包袱君，好热，毫无感情的包袱君，谢谢。然后呢，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吧。